按了两个打数，一支安打。内野的高弹跳球，岳少华没有拦截到，有几手。王胜伟要拿球，没有拿到，这形成一支内野安打。对，这高弹跳球，岳少华是唯一的机会哦，他没有办法接到。那后面的这个王胜伟哦，用徒手去捞，接到我觉得也没有机会。对，弹的实在太高了。对，唯一就是岳少华如果有办法拦住，他是唯一有办法处理哦。等了一球，也是一个坏球。哇，岳少华上来，龙队吹响反攻号角，这球点了，点在左边，投手自己下球垫了一步，有点惊险。一垒手犹豫了一下，最后判 safe。出先发。爆头出现了，三垒上的分数要回来。哇，龙队靠着对方的一个爆头，先拿下了第一分，被三振。这一球反方向，平飞安打出现了，李展毅终止一军生涯的首安出炉。也带着他的第一分打点啊，而且帮龙队是追成了2-2的平手。对，生涯首安就是一支关键追平比数的安打，而且这球打非常有技巧，连看了两个变化球哦，这个变化球特别溜，把球带进来往反方向做攻击哦，打穿了一二垒防线哦，这是生涯首安哦，首安首打点在同一个 play 出炉，非常恭喜年仅20岁的李展毅。对，还好不是对到大都会哦。球被丢到观众席去，是这一球反向的攻击哦，打得非常好。对，年仅20岁的这个选手展现出了非常成熟的打击技巧哦。